싸싸. 我家今年芒果产了2万多斤开采，卖得5万多块钱，全靠芒果姐姐给卖出去了，很高兴啊。你不要的话我就卖给他们就是了。你不要说来直播课别忘了。你看我们这么好的芒果，这么好的芒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卖出去。带上我们组里面的能唱能跳的那些小伙伴，然后一块儿过去。哇，我没想到的是，每一次出去的每一个场啊，都是让大家很惊奇的，然后过来吸引到很多人。我们觉得民族的元素融入在我们的品牌里面，一定是没有错的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芒果产业做了以后，我觉得我很喜欢，非常爱。我总希望未来如果是在芒果销售上，或者是卖芒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都能来找到我芒果姐姐。